大家好，我是林伯耀老师。那今天为你介绍的是椰香金鸡翼。这个鸡翼呢，所谓鸡翼就是鸡翅、翅膀，鸡的翅膀。今天会用到的是椰浆，还有柠檬叶，不是一般的柠檬哦，这是南洋所出产的那个双叶柠檬。我们还会用一些姜黄下去腌制。那腌制过了呢，我们会先烩过、炒过、烩过之后，我们再拿下去用炸，把它炸熟。这一道菜呢是属于比较夏天的，因为南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在夏天吃的会比较好，而且又开胃。